Hello， 大家好，我是强尼先生。又到本周我们强尼先生开新闻系列报道的时间了。这个礼拜呢，我们要呈现一些比较不一样的一个系列报道。那这一次呢，强尼先生要为大家导览一下我的一日工作，在通常我在 EST 到底都在做些什么事情。当然，除了为大家就是拍摄这强尼先生之外呢，当然我还是必须要兼顾在 EST 内部所必须要。就是所做的一些工作内容。那在这之前呢，强尼先生在这里还是要为大家所介绍一下我今天的穿着及搭配。我今天呢，我整身采用了 EST 在本周为大家最新推广的一个全新的品牌，它是台湾的一个自创，叫做 Shadow Graph。 那这个牌子呢，我个人强尼先生喜欢这样子的品牌，是因为这个牌子呢，它在设计上面比较符合我的理念，因为我喜欢比较 fit， 那也比较时装一点的东西。大家可以看到，好比我上半身的部分，我着用了本季 Shadow 他们最新发行的这一个短毛绒的这个格纹衬衫。那比较特别部分呢，在它的口袋的部分，这一次它做了在左胸口部分做了一个双口袋的一个多层次的一个设计。大家可以看到它的细节的部分，这个口袋的上方呢做了一个比较不一样的一个扣环跟扣子的一个设计，可以放一些比较多的小物，双层。那另外的部分呢，就是在它右手边的侧边的部分，它分别在前跟后背的部分做了这个口袋的设计。那跟一般的你所看到买的一些衬衫比较不一样，就是它可以比较多的放置的空间，可以放比较多的小物。那至于在我下半身的部分，我一样采用他们本季最新发行的这一款九分裤的这个反折的格纹。大家可以看到在裤管的部分做了一个反折的格纹的一个设计。那整身的这条牛仔裤，当然在水洗及破坏上面都相当的漂亮，因为呢在颜色在刷色上面呢感觉也比较复古。另外呢，我喜欢它的部分就是在它的版型，它非常的合。那在我脚上的，至于我脚上的部分呢，我只是采用本季 Converse 为大家最新所推出的一个丹宁布的奶油头的基本的帆布鞋型。那在配色上面非常符合现在的气候，那因为它又是奶油头，又是一款奶油头，相信你应该会喜欢我今天为你所搭配的这一款设计。那我还是要在这里强调一下呢， EST 在即日起会在我们的士林的旗舰店东区店西门店为大家所推出 Shadow Graph 一系列的全新的商品，因为我们已经正式成为它的正式的经销代理商。那接下来呢，强尼先生今天就要为大家导览我今天的工作流程。我会带大家到各家店铺去做我今天必须要做的工作。那当然我们现在身处在401店的部分，要为大家所介绍一下我们这边一店的扛把子阿庞先生。阿庞跟大家介绍一下，相信很多朋友常来 EST 应该都看过他。那当然也有一些朋友已经没有看过他，因为他算是我们的新进的员工，跟大家打声招呼，因为有事情以后都可以来这里找他。然后沙发有什么需要可以来一店为您服务。他一定要这么帅就是了。那我们接下来就是为大家直击一下我今天为大家的工作的进度及内容，走吧 ，Let's go。光鲜亮丽之外，在你没有看到的背后，其实也是很辛苦的，也很努力的。接下来，我们现在来到了我们 EST 四零二店，为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美丽的店员 BB 小姐。Hello， 我是 BB。如果以后你来 EST 四零二店逛的话，遇到 BB， 跟大家打声招呼。给大家交个朋友。
下来呢，我们出发到了我们第一站，就是第一世界旗舰概念店。那接下来还是要再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第一世界旗舰概念店漂亮的女店员静香。大家好，我是静香。静香，如果你以前看过大学生的美，你就会看过她，潮流正妹。如果你也喜欢这么可爱的女生的话，就要来 EST 旗舰我店来看看她。那我们接下来往下一站出发 ，Let's go。接下来我们出发到我们的第二站，在 EST 的东区店。那经过几番波折，刚刚大家也都看到，我们非常辛苦的搬了非常多纸袋。那现在到了 EST 东区店，这就是我今天搬货的一个过程。那为大家介绍一下，哇操哥及我们东区的东彦先生，跟大家 say 个 hello 吧。Hello， 大家好。过来东区问一下，过来找一下哇操哥。等一下就即将再往西门町出发，西门町 ，Let's go。介绍一下自己的店员 Lisa。 Hello， 大家好，我是 Lisa。 她是 Lisa， 她非常的热情，有空一定要来西门町找她一下。接下来呢，强尼先生这次来到我们西门店，要为大家持续的推广的一个部分，就是这个平板式的电脑这里。相信很多朋友你来到西门店，你门一打开，你就会发现墙上挂着这一台平板的电脑，其实它的作用非常的广，因为我们还蛮多就是网络上的客人啊，通常来到实体店铺，因为东西他只看了一眼，他并没有很大概的清楚这个东西他大概是长怎样，又没有办法很具体的跟我们的店员去上做叙述的话，那这时候这一台平板电脑它的功能就非常的好，这时候可以进来赶快找一些东西，找到你要的东西赶快告诉我们店员，我们就会马上为你做服务。那另外一个部分呢，就是这一次我把它强调 EST 即将在12月1号开始为大家推广，就是只要来到 EST 西门店使用这台平板电脑做 order 预定的商品的话呢，就可以享有我们拍上的价钱再做95%的优惠。
不过呢，这次有期间限定的部分是在12月1号至12月10号，为期10天。只要你来到 EST 西门店，不管您是要order 是所有的日货的商品，在 order 的卖场里头，那或者是在 EST Sport 的卖场里头预定任何鞋款。再说一次哦，不管你是要来是要预定 EST order 这个卖场 EST order 的卖场的任何的日系品牌，或者是来的或是 EST Sport 的球鞋类的商品的话，只要来到西门店都可以享有网拍上的价格，再做95%的优惠。那另外一个部分呢，强安先生在这里就要教大家如何操作。比如说呢，我今天我想要预定这一款 Nike 的 NSW 的帽夹拉链外套，连帽外套。这个时候呢，我在这里看一看之后，在我们的标题的部分，它都会有一个型号，这个就是型号部分。SPO-1014，那这个时候你只要告知 Lisa 说，我想要预定这一款帽T，那我需要什么样的尺寸？这时候这笔订单我们就会马上为您做处理。那当然，我们可以看到这个价钱是2150，这是网拍上的定价。如果你并不是来到 EST 的话，你就必须支付2150元的部分。来做才能完成这笔交易，但是呢，你只要在12月1号到12月10号，这为期10天，里头只要来到 EST 西门店呢，就可以享受2150再做95%的优惠，真的非常的实惠。那其实呢，在我们的 Sport 跟 Order 卖场里面，商品数都非常的多。那尤其是在 Order 卖场里面呢，所有包含了非常多的日系商品。包括你绝对会喜欢的 LVC 系列、Hand Porter 系列，然后 Body Hunter， 然后 DKIS 啊、日版啊，还有 App 等等，或者是 Nike、Adidas 的一些的球鞋的部分，都可以在 EST， 就是透过我们的这一台平板电脑，就可以直接享有95%的优惠，真的非常的好看。那接下来呢，强尼先生，因为今天的工作即将告辞，那下周呢，我们的强尼先生会再为你推出另外一个部分 ，EST 为你所即将呈现强尼先生另外一个工作的范围。那今天呢，只是我的冰山一角，其实嘛，工作量是非常大的。那本周的强尼先生，希望你们喜欢我们的 EST 即将为你呈现更棒、更优质的部分。下周见，拜拜。It's a dream.